姑娘，二爷和蒋大公子都来了，七姑娘这次可真是说不清了。父亲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人呢？什么人？父亲何出此言？ 出来！二爷，你在这里做甚？我和七姑娘来尝尝六合九四的新菜。蒋大公子人呢？什么蒋大公子？月儿怎么会与外男私会呢？莫要隐瞒了，为父已经知道你擅自约蒋大公子出来。 谈退亲之事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日上午六合九四，人字包间。我约你？你不是约了罗一宁见面，还约在弟子好包间？依莲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。是你托人给我传递的话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这次我回去会告诉我母亲。 我谁也不想要，就算娶罗家之女为妾，我也定会娶你。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谁要嫁与你家做妾？哎，你放心，你入门为贵妾，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的。爹爹，你为何要如此？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罗世伯，我与怡莲心意相通，请罗世伯将怡莲嫁与我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 爹爹，我和蒋大公子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他故意引我来的。吴姐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哦，原来是蒋大公子和吴姐姐有意啊。妹妹愿意成全？胡闹！什么成全不成全？婚嫁之事岂能随随便便就决定的？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罗大人，反正世侄都要迎娶罗家女。 既然你已经知道一切了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。若娶罗家女，必娶罗依莲。